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刘华，我系阿星，我系阿 Ken 啊。咁今日点解系呢一个组合咧？点解志斌啊、慕远啊同埋阿嘉乐咧全部唔喺度咧？咁啊就系因为离咗团啊，系啦。講緊事發先，咁啊話説咧，我又同我兒生仔咧就走去玩嗰啲面超人卡，咁啊玩下玩下，我就覺得奇怪，點解對面隊咁多人排隊嘅咧？對面玩嗰部機起碼六七個人排，咁我好奇啊，究竟佢哋玩咩啦？原來佢哋玩緊《七龍珠英雄》呢一隻機卡啦，即係喺個機度玩嘅。咁佢玩法就攞五張卡，跟住就同人哋對戰，類似係咁樣啦。咁我好好奇，咁我好奇之下咧，咁啊自己買咗一盒。但係咧，我係咪一個龍珠嘅 expert？ 我同大家講，我哋唔係一個龍珠嘅 expert， 睇龍珠係睇最初代嗰只，咁啊冇雞雞嘅，即係超三超四，我開始唔係好識分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邀請到兩個龍珠迷，劉華同阿星，佢哋都係。我應該大家都知係龍珠迷。係啦，即係之前我 studio 後面一列龍珠，跟住之後我又送咗一個 figure 俾阿星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就嚟爆一爆佢。我睇到咧有三張卡好值錢，佢叫做獅群卡，咁佢後面咧就死咗得三張嘅啫，跟住然之後有一張咩自在極義功，係啦，自在極義功嘅悟空咧，嗰張卡係集齊曬悟空所有形態，係所有形態，係好鬼型嘅。嗰張獅群卡都係好有呢個收藏價值，龍珠迷一定會愛上嗰張卡。同埋有啲人冇玩，可能唔知道啦。咁基於佢上一版咧已經出咗中文版，迎合翻一啲台港澳嘅玩家，就專登全部卡號都即係寫咗中文版。咁等你玩嘅時候咧就方便啲，所以我覺得係因為咁，所以好多人玩呢一隻 game， 真係好誇張，真係好誇張，七個人八個人咁喺度排隊，排每一波可能玩十五分鐘，你玩完嗰十五分鐘之後，你起碼排個幾鐘，但係都有人排，好誇張。究竟歐洲定非洲咧？我哋事不宜遲啊，睇下會唔會中一張 secret 都好啦。呢一度就係一個七龍珠英雄第八彈啊 ，Universe Mission。八彈係啦，咁啊最新嗰一彈，聽聞咧一盒都未必有一張 secret 嘅。OK， 但如果有一張都爽噶啦。嗯，咁應該一盒入邊有兩張 UR 嘅，開啦，靚啲，哎，嚟，我哋呢啲好點開啊 ？Two hours later， 係啦，呢度就係 total 20包，咁一包入邊有三張嘅，開過嚟。我負責開，你負責。好，OK， 我哋睇下第一包啦。通常第一包就喂唔化咯，唔系比达 GT， 比达出咗个杜拉格斯，全部都系一星嚟嘅呢两张。呢个系超嘅第二个宇宙嘅利布利昂，保利安三星啦，咁已经有一张三星啦。超计啦，睇咗几次。我都认错啊！咁我哋即刻嚟。有阿星開的第二包，喂，已經有一張悟空，孫悟空 BR， 應該是兩星，咁即係喂 ，UR 卡嚟㗎呢張，唔係呢後邊嗰張有機會 UR 喎，比達，神比達，啊唔係呢個超難，係啦 ，CP 卡已經有一張 CP 卡。佢捉住邊個隻手啊？我哋唔係好知，咁見面我捉住邊一個隻手？求其捉住咗。估唔到嘅。如果留言佢捉住緊啲咩，不妨同我哋講下。哦，呢個係機扭戰隊啊。係啊。菲利呢一張應該都係兩星喎。咁即係下一張又有啲嘢喎。哇！我呢只就係惡魔暗黑嗰只。格古洛唔係比古洛。係啊。比吳吉塔。吳吉塔。係啦，暗黑吳吉塔就四星啦，第一張四星出咗啦。撒旦，地球最強之人，最運氣最強之人。哦，呢個第二個宇宙嘅。第二個宇宙嘅撒亞人咯，第一個就係佢哋個宇宙。Oh sorry。四星張，卡文三星。Secret 卡其中一張就係卡文嘅變化。啊！即係佢係。是不是龍珠 Hero 上面的新角色來的，就是又是那些生命體呢，那些做出來的。是吳範幼年的，小時候。這個就是我有印象，這個有些印象。先吳範，都是大過。跟著這一張，普通比達。兩星，但我覺得兩星的比達比例不少，兩星都來。我其實最喜歡是很初代那集的角色。機扭戰隊啊，都係最後尾嗰張，超二，係啊，超二嘅比達啦，但係都係兩星嘅，就算係兩星都係超級靚咯，我想重複咗，喂，吉年呢個兩星嚟喎，真係，喂，你又爆張 UR 啦，
比達超四，超四，超宇宙，超宇宙比達。咁我哋依家已經有兩張，兩張 URL， 兩張 URL。會唔會真係有機會有一張 Secret 咧？機動戰隊，機動戰隊係咪湊成一套啊？睇下先，我揾先。摩人布歐都好多人中意，其實呢、這個呢、這個擺喺度啦。呢、這個係兩星嘅成龍 ，Jackie Chan，Jackie Chan 嘅魔咒唔通？俾你有機會係會中埋。呢、這個唔係吉連，呢、這個係呢、這個係時間嗰、那個，時間嗰、那個出時工嗰、那個。阿希特，天使馬卡麗塔，天使某一個其中一個宇宙嘅天使。佢係兩星嘅。誒、欸，呢、這個係吉連宇宙戰隊，係吉連嗰、那個破壞者。呢張唔係貝爾摩德呢張兩星嚟啊，係喎呢張兩星嚟嘅。貝爾摩德三星小丑都係天使嚟嘅。誒人造人加老公係兩公婆，悟空少年期啊！呢、這個就係我有印象，我最有印象嘅。即係用緊語義講，係啊個。但係係兩星飛嚟，兩星飛嚟魔人線。誒嗱，悟空啦。最又係有最襟大個咗少少嘅，大個咗嘅悟空青年版，取嚟教皇神喎，幾中意教皇神嘅就。哇！呢個唔熟。魔神。哦，魔神，我仲要變化喎，嗰只係魔神未變化。佢係咪三隻？魔神托娃。魔神托娃，我以為佢係三隻嘅一張三星嚟嘅啫。Secret 咧 ？Secret 咧？呢個係阿布洛尼嘅咪爸爸咯，類似 Something Like That 嘅長輩咯。咦、欸、又有一張喎、啊，唔係冇啊冇。天使，但係呢個係主角團隊嘅天使，係、七宇宙。哇，好熟啊，諗下尷尬咯。咦、欸，靚喎呢張。下一張係應該特別嘢啦，如果係咁嘅話。Secret 似歪咗啦，唉、CP 卡 CP 卡，俾個落俾個落，大耳環嘅。打緊咩嘅時候咧？佢有捉住咩人嘅腳？唔係呢個捉住碌棍嘅喎。我諗係咪黑悟空咧？又唔係啊。捉住碌棍嘅喎，大家都係喺下面留言啦。佢知道佢捉住緊啲咩？彼得啦，彼得啦，無限啦，無限 ，Common 卡，誒，龍拳悟空 ，GT， 杜拉格斯，女格斯，機甲戰隊，誒，唔犯青年期啊，都係兩星，青年期都係比較 Common 咯，係比較 Common， 好驚啊！戰鬥力最弱嘅時候呢個係，嗱，剩翻兩包，師傅，機甲齊咯，齊啲嘛。齊啦，基佬。誒，呢個咪布羅利啊？布羅利都幾多三星。喂，你中意嗰個？係啊，我最中意係呢個version 啊，係啦，打斯諾啊，一拳就爆斯諾嗰個。誒，巴達克，悟空老豆，悟空老豆，呢個咩啊？太空嗰個宇宙戰隊，宇宙泡泡，一包。我覺得好似炒咗車啊！飛王，但係只魔神咁少嘅，得一張嘅。係咯，得一張啫喎，開咗咁多張。飛利復活啦，復活咗，最後一張啦，有冇咧？睇下個邊先。誒，有啲嘢，好似。我覺得炒咗，炒咗，係炒咗。我覺得炒咗。天使，爆唔到。斯奎卡，唔係斯奎卡咁易開咩？你估真係一合就開到咩？再接再厲，有錢先。咁我哋即刻總結下，我哋開到啲咩 CP 卡、UR 卡。UR 咧應該就保底一盒，應該就有兩張嘅。咁但係如果你歐洲啲咧？我見人哋兩張 UR 再加多張 Secret 都有嘅，係啦，咁我哋就非洲咗啲，非洲咗啲咯。跟住之後 CP 有兩張，我哋開到兩張 CP。佢哋係同一個 pose。係啊，同一個 pose 都捉住緊，唔知啲咩，但都係嗰句啊。你大家知道佢哋兩個捉住啲咩，不妨喺下面留言啊。跟住之後同埋呢一張係三星，係啦，三星開到五張。我覺得佢啲卡最令我 surprise 係佢個質感。係啦，你揸起上手咧，係靚卡嘅感覺。係啊，我自己覺得就算你唔玩都係好值得收藏。我自己就開始慢慢沉迷緊呢樣嘢，唔知點解。其實我想咧就係話你而家有依沓卡啦，不如你去玩下。係啊，去嗰個機嗰度，我覺得我會擺五張。我覺得我會啊，但係我怎見？啲僆仔咧，我唔知佢啲錢究竟點樣嚟。哇，張張都最高 VR 喎，張張都 Secret， 係啊，勁誇張喎。咁我哋今次爆就不幸啦，爆唔到一張 Secret。大家都可以上網睇下究竟嗰三張 Secret 究竟咩樣嘅。尤其是悟空嗰張咧，係真係超級值得收藏。就算你唔玩，我覺得都
好值得收藏嘅一張卡嚟。咁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就係咁多先。中意呢一條片或者想睇我哋爆更加多唔同嘅卡嘅，不妨喺下面留言，咁啊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一條片啦。有興趣嘅加入埋我哋會員，仲有訂閱埋嬲啊 ，follow 佢 IG。今日係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